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这个八抽给抽完，然后来看一下保底会是怎么样吧。我们刚刚已经抽到了那个用送的那一抽，抽到图灵，那我们就继续抽，抽下去。然后我法拉第已经抽了三张啦，刚才卡住抽到的那最后一抽是法拉第，真的太扯了。法拉第这张，然后我们另外一张没抽到，另外一张完全没抽到，那个莫比乌斯数量零。35抽四图灵，太油了吧 ，Michael 也太油了吧，又欧洲又油。哎、欸，大奖，不会是那个吧？莫比乌斯吧？还是又是那个？整个抽卡机的大奖只放你哦。我每次一改版，就会抽到某一张大奖的复制人一对。真有你的！我觉得大奖中那个比较适合练复制人的，的确是法拉第，没错。他超适合练复制人。哎，又是大奖，大奖连发。这太油了吧！图灵，我刚才保底了吗？我刚保底了吗？哎，继续保底哎！哎，继续保底哎！保底之前还有，天哪！我还有保底，我继续抽，我继续抽，我可以抽几个？你可以抽几个图灵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重登之后有变好哎、欸。我刚才很非洲啊，现在哦的那种感觉，大家感觉到吗？有没有？怎么退起来？我要看那个保底，他会继续保底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！吃水果中大奖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我要不要推荐你们，我这个水果在里面买的。那吃水果之后怎么运气变好了？要怎么样才可以知道是大奖？最后的光出来是彩色，然后背景变黑色，就是大奖了。等一下大家可以再看一次大奖，因为我快要保底了。哎、欸，所以。这一次很佛哎、欸，保底原来是这种保底哦，就是你抽到保底之前的大奖都不算是，他就不会重置，好扯哦！我们在叫了，不要理他了，他叫一叫又不知道在干嘛。很快大奖，哎，最后一抽哦，来看他会怎样，这一定是大奖，是吧？不是大奖就尴尬。大奖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奖的那个特效，对，就是背景变有点黑色，然后彩色光，然后这个出来就是法拉第，用错大奖，对吧？一定是图灵啦，三张了，三张图灵了，然后他要重置了，重置之后的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还没抽到那个哎、欸，莫比乌，我大奖。都保底了，还抽不到另外一只大奖，另外一个大奖根本比一趴还低吧？不要骗我了！哎、欸，大奖连发，不要期待，应该是用那个，哎，这么好吗？三十多抽啊，36抽起哎、欸，我刚才上一秒才在 diss 他，现在就给我抽起，哇，这。今天的抽卡也太戏剧了吧！天哪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这个机率给大家参考一下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我抽的结果好不好？我们总共抽36抽，然后最后一抽才来那个大奖，然后我们总共抽了2张图灵，1张是送的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是3张图灵哎、欸。
然后一张，我觉得莫比乌斯更难抽欸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？就觉得我觉得莫比乌斯比图灵还难抽，图灵至少有保底，那莫比乌斯这几率比一趴还低吧？我天哪！然后总共抽大概是长这个样子，好，给大家一个参考。